脆滴着热腾腾的鸡油，刚刚启用的瓮缸烤鸡飘香，南投清净。将腌好的全鸡套进模型，一次四只放进瓮缸，就要烘烤1.5小时。起瓮还要喷上这一味，原来就是脆香的秘密武器。就是让它的皮脆脆的，跟那个有颜色。一天就能卖百只鸡，年营收冲破百万，关键就在6年4班的老板张顺宗坚持使用电宰土鸡。我们没有把鸡肉太过于调味啦。那其实最主要，如果说今天你鸡肉用得很新鲜，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用到太多的新香料。回归家乡，餐厅屹立在南投观光圣地，就是瞄准观光客商机。肉很滑，不错，皮烤得很脆，很好吃，很香。将炸过的鸡肉放进锅里拌炒，还要加入乌龙茶叶，独特的乌龙茶鸡意外成为店内另一道招牌菜色。不过创业并没有想象中容易，让老板苦熬5年。刚开的时候碰到连续假日，3天连续假日，外面的人潮汹涌，但是我们店里也都没有人啊。那也是慢慢的就是一点一滴啊，回流客慢慢的这样子，就是说吃得满意。靠游客口耳相传，不仅烤出百万营收，也让在地的古早味土法炼钢闯出商机。东森财经新闻张家轩、潘玉泉南投报道。